只是个普通人。这需要您自己找出答案。我以联合国的名义公布面壁者计划正式实施。本罗吉博士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冷静的人之一。因为这世界上很难有什么东西让我在意。我的主啊，还需要我们？海勒先生，我是您的破壁人，您做的一切主根本不在乎。绞死他，绞死他，就现在，就现在。罗老师，我的工作是什么？让自己幸福快乐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。我想为我们的文明保留一粒种子，在那之前你要独行。罗辑先生，现在是个挺不错的时代，就把你的过去当做一场梦吧。它真美，就像一滴圣女的眼泪。傻孩子们，快跑啊！关系的东方都一样。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，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。真实的宇宙是照不进一丝光亮的黑暗森林。我们就像无知的孩子，点燃了一堆篝火，还在高喊着“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”。面壁者，你背个铁锹做什么？为自己挖墓。亲爱的，如果全人类都不幸福，我们能幸福吗？我，面壁者罗辑。对三体世界说话了。